好，欢迎大家呢来到第38期的教主技术进化论。那么这一期的名字呢比较戏剧性啊，叫做奋进的 Radius。 好，我会通过两个方面来介绍我们的这个 Radius。 什么叫奋进的 Radius 嘛？就是 Radius 天生有残缺，天生是一个残疾人啊，他缺一些应该有的功能。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句话，以这个第一人称 Radius 第一人称来说的，谁说我不能独立授权，这个我有绝招啊。那么这个应该在说 Radius 其实认证和授权是一体的， Radius 是从 Radius 协议的角度上来讲， Radius 是不能做独立授权的。那么但是呢，我有绝招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绝招啊，它不是 Radius 它有什么新功能说它能够支持那个独立的授权，而是呢在厂商在设计的时候，厂商在设计的时候，那么使了一些花招，使了一些绝招，来给 Radius 设计出来了一个独立的授权啊。请注意啊，这是一种厂商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出来的，让 Radius 拥有了一个独立授权的功能。这个协议本身是没有的啊，这种特殊的设计，一个花招，一个绝招，让它能够实现的。还有第二个呢，这个大家应该比较了解， Radius 呢是不安全的。 Radius 说的简单点，只有那个密码那一个位是加密的，其他全部都是明文的。所以说呢，哎，但是有个新技术啊，我们可以对 Radius 来进行加密啊，这确实是一个新技术， IIS 已经支持了， CSR 呢 1000V 呢高版本也支持了，交换机呢也已经支持了。所以说呢，这个呢一会儿我们会有实验啊。第一个呢，我们会介绍厂商耍了什么样的花招。 OK，那么讲到这个呢，我再回头来做一个小小的广告。那么明天，那么就是2018年的9月16号，我们周年庆啊。那么应该钱一堂成立了4周年，然后呢，应该说钱一堂每年呢都会做一个这个周年庆，有一些促销活动啊，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商务。而且明天呢，我们会做一个在线的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呢，我呀、军哥呀都会在线给大家来讲些话啊，来首先回顾一下我们的4年，然后再展望一下未来我们的钱一堂的发展，然后再说一下，我会说一下我的未来的一些课的一些设计啊。当然呢，重点也会提一下我的进化论，因为今年我的主要的任务其实就在做，不断的做这个进化论啊。进化论确实至少让我还是比较进步的啊，因为我每一周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准备这个东西。OK， 希望大家呢明天呢能够参加那个我们的周年庆活动啊。如果说想了解促销活动的话，可以访问官网去联系一下我们的商务。OK， 好，那么说了这些，我们言归正传，我们来说一下，谁说我不能授权啊？谁说我不能独立授权？这个我是有绝招的啊。其实应该不叫 Radius 的绝招 ，Radius 自己没绝招，对于这个啊，应该说是厂商协助他啊设计了一些花招。然后呢，让它能够实现了一个独立的授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这是一个我政课里面讲的一个 PPT 啊，我简单说一下，这是对 Tax 加思科、Tax 加和 Radius 的一个比较。那么，首先呢 ，Tax 加是思科自己的啊，然后呢，这个比较呢，说明了 Tax 加全面的在各方面都比 Radius 在设计上会更好一些。那么，比如说，那么。它认证和授权是认证、授权、审计三个都是分离的啊，但是 Radius 呢，认证和授权是一体的，用一个端口号；审计呢，用一个端口号。然后呢 ，Tax 加呢是加了密的，然后 Radius 呢，我也说过，所有的，只有密码那一个字段，请注意，不是包啊，密码那一个字段是加了密的，其余全部都是明文的。好，那么虽然说呢感觉是全面碾压这个 Radius， 但是呢基本上不用 Tax 加，那么 Tax 加是思科自己的，所以说呢思科到现在就基本上说，那只有在做思科设备管理的时候，那么你用 Tax 加，那其他情况下呢是 Radius。 设备管理其实用的不多啊，那用的多的 IPsec 啊、SSO 啊、DOTX 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 3A 的这些技术，那么其实都要用 Radius， Tax 加是玩不了的。OK， 虽然说 Tax 加是感觉
全面碾压 Radius， 但是其实呢 Radius 是全面碾压 Tags 加，在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基本上都用 Radius， Tags 加基本上不用。OK， 那既然 Radius 用了这么多，但是它确实有些天生的一些缺陷，那么怎么来弥补这个天生的缺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缺陷有，就是今天我要说一下的啊。后生啊，虽然说天生有缺陷吧，但是咱们也挺努力的，咱们是一个奋进的 Radius， 所以说呢，我们得想辙呀。虽然说我本身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会努力的，我会弥补，我会进步，对吧？我们进化论嘛，我们要不断的进步，我们也需要优化我们自己啊，来改进我们的自己。那 Radius 呢，其实也一直在这么做。那么它的问题就是认证和授权不如一体的，然后缺乏安全性。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解决。第一个呢是花招，第二个呢确实是一个新技术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招。那么这个应该怎么说呢？这个实验咱们做过，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应该是我的25期，我应该做的第25期的教主技术进化论，我讲的这个 IKEVR 的 Flex VPN。AnyConnect 拨号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实验啊。在这个实验里面，其实思科在设计上就耍了一个小花招。当然呢，这个小花招其实以前思科在设计的时候就玩过。那么当年的 EasyVPN 其实玩了跟这个地方一样的花招啊，只是这个玩的更溜一些 ，EasyVPN 玩的更死板一些。OK。你们详细的 VPN 配置啊，你们可以看一下第25期。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就来说一下思科是怎么玩的这个花招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你要了解具体的 VPN 呢，可以看看这个部分。好，这样先在介绍了一个 VPN 耍花招之前呢，我们先还是来说一下啊，怎么叫做一体的啊？其实我上课的时候呢，简单就给大家看了一下包啊，说了一下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实际操作一下，怎么就是一体的呢？这是我们的配置，我来看一下我现在的配置啊。现在没有做授权，我把这个授权打上。来个 Yeah Password， 好这是我们的 Gateway， 当然配置很多啊，因为那个 Flex VPN 都已经提前做好的，因为这个课我不敲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要讨论那个比较复杂的 VPN， 我们还是讨论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认证与授权 Radio 上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东西我都已经做完了的，因为今天主要讲是怎么实现的，并不是讲那个配置细节。首先呢，我们定义了一个 Radius 服务器，这是个新版本啊，16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是思科16.8 的这么一个 OS 啊，这是一个比较新的 OS 啊，16.8。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定义了一个Radius 服务器，这是我们 ISE， 今天有俩 ISE， 为了给你介绍一下分离啊，所以说我准备了两个 ISE， 一个是 Master， 一个是这个 Slave。 Master IP 地址呢是 10.1.1.101， Slave 呢是102，但是现在你先不用去了解102，你就认为这儿有一台 Radius 服务器101，好，止了。然后呢，我把它给放到了一个组里面去，放到了一个 3A 组里面去。 OK， 好，然后呢，我做了一个认证策略，这个认证策略呢叫 VTY， 然后呢这个调用了这个 3A 的组啊，这个实验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再看一下，我定义了一个 3A 服务器，我们的 Master 10.1.1.101。 好，然后呢，我把它放到了一个组里面去，然后呢，我做了一个 3A 登录的策略，叫 VTY， 调用了这个组的 3A。 好，我再把这个策略呢调用到了这个 VTY 线路，现在只是做了一个认证，没有授权。 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登录一下。好，
又登录了一下啊，我这个登录的时候就用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这个用户名密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的用户名密码是 iscadmin，密码是 cic0123。啊，为什么能够认证得过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ISC 这边的策略。我定义了一个用户名，就叫做这个 ISC admin。然后呢，其实我做了一个授权，我做了授权策略的。我们来看一下，我做了授权策略。Radio 是授权，请注意，不是 title 加授权。授权的方法呢？用的 Cisco AV pair 等于 PRIV 杠 LVL 等于多少级？我这儿直接给的15级，直接给的15级，啊，这是授权的结果。然后呢，我又做了一个授权的策略。首先呢，在这个策略集匹配上所有的啊，源自于这个网关设备啊，网关设备我给它起了一个类型叫做 DTLS， 源自于这个网关设备的这个请求。认证呢，我们会送到 All User ID Store， 那么肯定我本地的账号好使的。然后授权的时候呢，我又做了一个，哎，只要是 ISC Admin 就给刚才我们的那个授权，就给他15级。也就是说呢，认证其实也做了，授权其实也做了，在 ISC 这边都做了。但是呢，暂时呢，我在路由器这端只做了一个认证 ，OK。好，虽然说我授权了15级，但你会发现其实我并没有得到15级的结果，我只是尖角号。OK，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抓个包，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啊。抓目录端口1645。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就两个包，一个认证的请求，一个 radius 的请求，一个 radius 的结果吧，回应吧，请求一个请求一个回应。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请求里面呢，会有用户名和一个唯一被加密的密码的请求。然后呢，虽然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做授权，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做任何的授权的请求。我们这儿只做了一个认证策略，在 VTY 线下也只调用这个认证策略。也就是说，我只要求认证了，我只问你我这个用户名密码过没过，我没有要求，我没有问你说要不要授权的事儿，我只要求，请问这个用户名和密码这个对不对？我只提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没有提授权的问题哦，啊。但是 Radius 这个认证和授权是一体的，所以说呢，虽然说你问的只是一个认证的问题，但是我给你回答必须是一体的，我必须既要回答你认证的结果，还会给你授权的结果。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响应，在响应里面呢，会有一个认证的结果，就是这个 Access Accept， 就是表示没问题啊，你认证肯定是过了，这是认证的信息。但看一下，还会有授权的结果。授权的结果呢，就是这个，看一下 AV pair PRIV 杠 LVL 等于15。OK， 那这就是授权结果。明明你其实只问了认证信息，但是 Radius 可不管那个 ，Radius 这个天生就是认证和授权是一体的，它就会直接把它知道的所有的授权的内容全部告诉你。OK， 虽然说你不用。其实你也没有问，其实你也没有用，但是呢，我不管那个，我是一体的，我就都给你了。OK， 当然了，有了这个特点 ，Radio 是个特点。那么 Radio 其实有个好处，现在高版本的 Radio 是，你测一下啊，你直接去测一下这个组，我来贴了一个组名啊，你直接贴这个组。然后输入你的 ISC admin 和你的密码，你做一个简单的认证，那么做一个简单认证的测试，但是呢，会得到相应的授权的结果。哎，这就是比较爽。Tag 加绝对不可以啊，但是 Radius 一旦你要测一个用户名密码，
你测了之后呢，还能够看到它的授权结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用于排错还是非常方便的，直接用 test 就能够看清楚，哎，有授权已经来了，表示这个 IS 那边授权没有问题，OK，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排错的方式。那么你先做完之后，你先不要去测试了，你就直接 test 看看那个授权来没来，如果授权没来，你就继续查你到底错哪儿了，OK，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方式，因为一体啊，所以说这个测试确实是感觉比较好使。好，但是呢，你就感觉到这就是典型的认证和授权是一体的，我根本都没有问过你，你非要回答我，对吧？我就问了你认证，但你非要把这个授权的结果告诉我，这不是很奇怪吗？哎，这就是 Radius 的一个天生的缺陷，认证和授权是一体的，不管你要不要，反正我知道什么，我都给你讲了。OK，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去起授权，我们起一个授权策略 AAA 授权 ESEC，也叫 VTY 啊，名字不重要，因为一个认证策略的名字叫 VTY，一个授权的名字叫 VTY，这不重要，还是送到这商业服务器上去。这个时候呢，我们调用一下，好，做了一个授权策略啊。如果说是 tag 加的话，那认证会发一个请求啊，认证过了。然后呢，再授权，我们哎又要去问一下啊，问一下。然后呢，授权又得到结果。那么 reduce 的话啊，这个 tag 加的话就是啊，先去要认证有结果了，然后呢又去要授权，然后授权又有结果了，是不同的两次请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儿敲了这个授权，会不会有两次的认证一次请求，授权一次请求，看有没有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先重新再抓包，这样好看一下。然后呢，我们重新再连一遍。好，很明显，这个授权是靠谱的，15级已经有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有没有两次请求？并没有，还是这次请求。OK，你看，还是这个请求。会把你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发过去，然后呢，这个结果呢依然是跟刚才一模一样的，没有区别啊。这是接受了，然后会有一个15级的授权。也就是说，你虽然说敲了一个授权策略，并且调用了这个授权策略，但是其实没有独立的一次授权的一个请求和得到相应的结果。那么说的简单一点，这个授权其实你敲了之后，其实就起一个作用。把认证得到的，本来你不敲它，你认证是给你授权，但你不看，你不用啊。但是呢，你敲了这个授权策略之后呢，哎，你的授权回来之后呢，我看而且会用，仅此而已，它不会有一个独立的请求。OK，那么好，甚至呢，一个更奇葩的一个事情，我还测过，比如说我随便给你，哎，你看啊，比如说我建了一个空的 3A 的组。这个时候呢，根本都不存在啊，连服务器我都没有。但是我做的策略就使用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这个三 A 的组，看一下啊，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三 A 组，不存在。OK，但是我还是调用了。那好使吗？完全没问题啊。OK。这个完全没问题，你根本都不存在那个3A 组，那让他到这个3A 组上去授权，根本就不影响。因为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授权策略，我给你解释啊，这个授权策略根本就没有额外的请求，这个授权策略根本就没有额外的请求，它只是把认证的结果，然后呢，应用到了这个用户上，仅此而已。他没有发一个额外的请求，所以说呢，他虽然说你填了一个不存在的 3A 服务器，我都不请求，那么你填啥也无所谓，反正我就是只认那个认证的得到的结果，我再附上去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授权是比较假的。那么这个授权虽然说你配了认证一句话，配了授权一句话，而且也可以只打认证不打授权，但是那个授权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啊。授权那句话不打，就表示虽然说你给我授权结果，我不用。啊，授权策略打了之后呢，表示你给我授权结果呢，我用了，
仅此而已，我没有独立的去请求授权的信息，所以说呢，这是经典的认证和授权是一体的啊，根本就没有分开，而且请求只有做一次，虽然有授权策略，但是根本就不会去独立的请求。OK， 这就是相应的一体，认证和授权一体，这没有分离不好啊，应该是独立的，认证就是认证，我们授权就是授权。那么我问你认证信息，你只给我认证信息，我问你授权信息，你只给我授权信息。这样的话，首先可以独立，而且可以用两个服务器来实现，而且其实在设计上也会更加灵活一些，是吧？好，那么这就是 Radius 的天生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能够耍点什么样的花招啊，请注意，我就说这是一个纯花招而已。那么能够让 Radius 有个独立的授权呢，这是我完整的配置啊。当然了，我每次进化论其实都留了环境的。你看，就算这么今天一个来小时的一个短的进化论，我都花了几十个 G 的空间啊，差不多100个 G 的空间来准备了这些所有的虚拟机。那么这些做完之后呢，我都会放到我的前一顿的资源池里面。啊 ，VIP 呢其实是可以到我资源池里面去做各种各样的实验的，包含进化论的也会放到里面，包含我的政客的也会放到里面。啊，比如说你看我这个第二即将要开始的这个Python 网络编程的第二部分，那么这个也准备好了，做完之后应该也会拖到这个上面的这些资源池，这个前一顿的资源池里面去。OK，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配置。好，其实简这个配置本身呢，我建议你还是看看我的那个25期的课，那个会讲的会比较细致一些。我主要是说这么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啊，当然现在你其实也不用去考虑第二个 ISE。我们现在这样啊，我们认证，你看一下，这是这个认证用的策略。好，送到 ISE 1，然后呢，授权用的策略送到 ISE 2。好，我这样，我先不要把它送到 ISE 2，我们还是先都送到 ISE 1上去。我们都还是送到一个设备上去啊，认证策略，这是它的授权策略啊，都送到 ISE 1上去，认证和授权。那么想想啊，如果说正常的 Radius 就跟刚才，如果像刚才那个套路一样的话，那其实那么只有一次请求，只有一次认证的请求，然后呢得到的结果里面有认证和授权的信息，这是 Radius 天生的一个功能。OK， 那么但是呢，在这个 VPN 里面呢，它希望实现一次独立的授权，就是认证是认证，授权要独立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 IKEV2 的 profile 里面，所以我们看一下在 IKEV2 的 profile 里面，其实主要是这句话啊，这两句话吧。好，认证，这是认证的策略，没问题。你树立的用户密码，咱们就做认证了。好，认证了之后呢？哎，我们要做授权，我们要基于主来做授权啊，请注意，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就一的 VPN 当年就是这个思想啊，就说你想想啊，你做一个 VPN 不好，那么你们公司呢很有可能有很多的部门，每一个部门呢可能你就需要有不同的策略。比如说你每个部门呢应该给一个不同的地址池，每一个部门呢可能给一些不同的 VPN 的隧道分割呀， VPN 的列表啊，还有 DNS 啊，这些策略。就说呢，远程拨号 VPN， 一般来说一个公司做远程拨号 VPN 可能都会有很多的部门，那这个时候呢，你希望不同部门能够得到不同的 VPN 的授权的结果，这是很正常的。比如说像前一堂北京，那么我们至少得有七八个组啊，就是每一个组表示不同的这个 CCIEPR， 因为前一趟 CCIE 比较多啊，路由交换啊，无线啊，数据中心啊，安全啊，还有 HCIE 的一堆，还有我的这些 Python 的黑客的 VIP 的，多的去了。所以说这种需求是很正常的，你希望每一个用户拨进来，他属于组不一样，然后呢它的权限不一样，然后访问的资源不一样，这很正常。所以说呢，它的设计就希望说，哎，先做认证，
然后呢，基于这个组啊，由于你们组的不一样，然后呢，我们再要一次独立的授权，我们做一次独立的授权的请求，来得到啊。首先，我们先做用户啊，用户过来之后，然后呢，了解到你的组，然后呢，拿你的组去做一次独立的授权，哎，他就确实有需求，一的 VPN 当年也有这个需求，那么这个 Flex VPN 的远程拨号，其实也就是一的 VPN 的一个升级版嘛。一的 VPN 是 V1 的，在玩是 V2 的，它是一个升级版。那么它也有这个需求。那么认证是做认证，然后呢，我们要有组，然后呢，拿组去做一次独立的授权。OK，了解啊。那么这是我们刚才的授权策略啊。当然，现在这他们都送到这个 IS1-1上去。好，那么怎么得到组名，这是一个问题。想想用户只有一次输账号的机会吧。输他的用户名和他的密码，一般来说不可能。用户说啊，我既要输我的用户名，我还要输我的主名，还要输什么密码？没有，不太可能吧？用户一般来说只输一次他的用户名和密码，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得到他的主名呢？用了一个名称分隔的技术，看一下啊，用了一个名称分隔的技术，就是通过一个 at 作为分隔符来对名称进行分隔，这什么意思呢？一会儿我会让用户输的用户名叫 win10user at win10group 啊，那么客户呢要求客户输这么一个账号，那么我们用这个分隔符就能够分隔出来，那么这是完整的用户名，然后呢用分隔符就能够知道后面这个部分后缀啊，当然你可以去考虑用前缀还是后缀，后缀，然后呢后缀是用户名啊，是主名 win10group，那这个时候呢我会拿这个名字当用户名，请注意，我拿这个名字当用户名去做一次独立的授权的请求。啊，这是主名啊，我会把主名当用户名啊，到这个 ISE 上去做一次独立的授权的请求，然后得到这个组的授权。OK，然后把这个授权应用到这一次的远程泊号的绘画上来对用户进行控制。OK，你看他就耍了这么一个花招，然后呢，明明用户只是输了一次用户名，输了一个密码，但是呢，我们用了一个名称分隔符来把它分隔，啊，这是他的主名，然后把这个主名送到这个 ISE 上来做独立的授权，啊，这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好，你说这是一个用户名，然后呢，送到 ISE 上来做一次独立的授权，它的密码是什么呢？密码是什么呢？密码就是只能是 Cisco。OK，所以说这个授权它的密码只能是 Cisco。如果说你以前看到我一的 VPN 的课程的话，你会发现一的 VPN 那个组，哎，就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是 Cisco 呢？那你说能怎么办吗？没办法，客户又没有机会输密码，所以说必须来一个默认值叫 Cisco。OK，这样就实现了一次独立的认证，一次独立的授权。OK，认证是认证，授权是授权，分开了。OK，就能起到这么一个效果。好，当然呢，还有很多种办法能够实现。反正它始终是需要能够独立的认证和授权的功能。好，这个我们做完了，我们可以试试看啊。我们 ISE 这边都其实做好了的。我们这儿呢，账号呢是创建了这个 win10user@win10group，这个密码就是随便的，我用的是 CIC0123。好，win10group 呢就不一样了，win10group 的密码就必须得是 Cisco。啊，这是默认的，必须得是 Cisco，这个密码无所谓。然后呢，这是由这个用户名分隔出来的这个主名，啊，当然其实在 ISE 上其实它也是一个普通的用户名。好，在授权，当然呢，我们会给这个组呢做一个单独的授权结果。我们简单看看啊，这个25期咱们讲过，我不想在上面再反复讲这个东西。这授权结果会推送相应的授权。会推送相应的地址词和相应的列表，OK，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策略集，我们的策略集，好，你看一下啊，如果说呢你是 win10user@win10group，那上面一个第一个匹配不上，第二个匹配不上，那么就只有一个 permit access。有认证，那就只做认证，我就给你说过了。好，然后呢，
你如果说再拿 Win10 Group 密码 Cisco 过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会给你一个授权，就是他过来是有授权的，但是 Win10 User at Win10 Group 是没有授权的。OK，那么因为那是个认证啊，不给授权信息。那么紧接着 Win10 Group 是授权，我给授权结果。OK，好，这个做了之后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效果啊。好，我们输 Win10 User at Win10 Group。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如我所说的那样的。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应该是在 master 上看啊，我在 master 上看，那 master 的配置跟那个 slave 配置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哎，这个怎么只有主呢？master slave。哎，应该有用户的认证才对啊！等会儿我看看我的策略啊。ISE，这也是 ISE 认证与授权，应该会有一个授权，当然一个组应该是看到了，但是授权认证没有，好像刚才没有怎么看到认证。3.447，我们再来一遍啊。Win10 user at Win10 group。哎，这个效果是对了的。你可以看一下啊，既有这个 ISE user at Win10 group 的认证，然后呢得到一个 permit access，这是认证，然后呢又做了一下 Win10 group 的一个授权，然后呢得到了授权结果。通过这种，我只能说这叫花招啊。通过这种花招，然后呢用户名做认证，然后分离出来一个主名，拿主来做授权。所以说呢，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花招，都是在这个。ISERS 上，OK，好，这个我们同样的啊，我们这儿再抓个包再试试看啊，我们再播一次 VPN。Win10 user at Win10 group。好，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两次。那么第一次呢，就是用的 Win10 user and Win10 group，然后这个授权里面呢，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其他东西。OK，然后呢，第二次呢，又是独立的，相当于是独立做了一次授权，然后呢，用了这个 Win10 group，然后得到了相应的授权，得到了相应的授权。我看一下啊，这是请求，这是授权。你看，这是地址词，然后呢，这是列表。OK，所以你会发现，通过这种怎么说呢，花招啊，我反正说呢，这就叫花招。然后呢，通过这种分隔的方法得到了主，然后呢，让主独立去做授权。好，当然呢，在25期呢，我还讲的会更多一些啊。除了这种方法能够分离出来主，它有好多种办法能够分离出来主。OK，而且呢，还可以帮你去填，不是 more Cisco 吗？你就是这个的不安全呢，你还可以手敲一个它的密码是多少，也是可以的。好，当然了，那个你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25期，这也其实也是比较实用的啊。现在老的 EDVPN IPsec 的 IPv1 的 EDVPN 已经时刻已经不让用了，那么现在你要 IPsec 远程拨号，那也就只有这个东西了啊。IKEVR 的 FlexVPN，OK，它这儿就有一个比较经典的通过一些花招，让认证和授权分离的这么一个技巧在里面。
好，简单了解一下吧。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今天我主要讲的。好，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呢，还是要我们的第二部分，那么就是加密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开始介绍。